夜宵是冒牌货，甲乙五中。所以你到底是哪一班的？大家都觉得数理只有班就好像什么都要会。我像吗？我是真的很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但是我们永远不会是同一种。这怎么回事？日校考不进去，你就去给我读个夜校。日校的同学在制服上会绣上黄色的学号，象征太阳；夜校的同学会绣上白色的学号，象征月亮。之后这件制服今天放你那，你也放一套在我这。罗嘉敏、彭仁爱。我今天早上来是想要请你帮我看一个男生。顾客。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。如果他追你呢？不相信哪一个人能拒绝？他们都说夜宵是冒牌货，甲乙五中。所以你到底是哪一班的？大家都觉得数理只有班就好像什么都要会。我像吗？我是真的很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但是我们永远不会是同一种。我们这样算约会吗？